找他做什么？当然是问他到底谁酸你啊！你疯掉了！啊，哎呦，我是因为看你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才想要去把话问清楚嘛。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你玩游戏，那就不要找我，因为我不想玩，我也玩不起。谁说我要玩游戏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怕什么？这几天我只想要，只想要，倒不如我现在就，现在就。翻来覆去，快要生病，左思右想，想的都是你，难以冷静逃避。太多余，你的每一种表情吸引我全部注意，是你借我勇气赌一把输赢，会不会你愿意？这几天我只想要，只想要，只想牵你手，要不如我现在就，现在就，现在说出口。在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有东西忘了带走。我忘了东西？你忘记带钥匙啊？有吗？这不是我的钥匙啊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家的钥匙。现在是你的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不要，我拿你家钥匙做什么？因为我不想我下次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有人在我家门口大吼大叫。那是因为上次你就当作是限定了。限定？对啊。就当作是我生病期间的限定，这段时间可以自由进出我家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我认识的女人当中最傻的。啊？说我是他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最像佣人的，所以他是把我当终点女佣才跟我要匙吗？虽然平常嘴巴坏，睡觉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我刚睡着的时候，你没有对我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还以为被他发现了。先从图片慢慢练习，这是我看起来挺好亲近的。别把她当女佣，知道吗？要乖啊，嗯，你呢？
书房。雅珍，你为什么没来呢？真一定会知道我有去演唱会了。什么？你骗陈冠军说你有男朋友了？你干嘛要骗他呢？你就老实跟他讲你没有男朋友就好了。哎，谁叫他讲话这么机车啊？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，我只好骗他说我有男朋友啊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话都已经说出去了，我总不可能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骗你的，我根本没有男朋友。都怪那个浩泽啦，谁叫他刚好就在那里，所以我刚好呢就可以拿他当说谎的借口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激动。浩泽也在那里？嗯，他也是去看演唱会的吗？是啊。所以他后来跟我一样也没有进去听演唱会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。奇怪了，怎么之前没听他说要去看演唱会？什么时候买的票？我亲爱的小阿姨，你会骗陈冠军是因为你还在意他，对吧？在意有什么用？他现在身边有一堆小他一轮的妹妹。不要再说我了，倒是说说你。我什么？你买这杂出来干嘛？你不是很怕狗吗？就反正闲着没事嘛，就多了解一下也好啊。哦，多了解一下，我想你想要了解的应该是桑律师家的狗吧？这样子啦。我就知道。怎么样，方律师没事吧？雅珍，虽然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多出去走走，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可是方律师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觉得你这样跟他走得太近，实在不是很好哎。其实呢，关富里不是方律师的女朋友，是他妹妹。妹妹？嗯。那他干嘛不解释啊？他们两个人不同姓，很容易被误会哎。他说平常懒得解释，很麻烦嘛。所以他愿意花时间跟你解释，就不麻烦了。哎呦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啊？他把他家里钥匙给我。什么？连钥匙都给你了？不，我在想他可能只是把我当重点女佣啦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跟你讲，十部偶像剧里面呢，有九部的女主角都当过男主角的女佣，所以我相信这有一天也会从女佣变女主人。彤彤竟然有新爸爸喽！你这话不要从后面乱讲啊！哎呀，我知道啦，呛你哟！我真是讨厌。晚安，你快去睡吧你。除了你之外，你的主人还会喜欢什么？法宝里有什么？
子彤呢？还是鸡翅、凤爪，还是煮鱼汤好？两杯爱尔兰咖啡。两杯吗？对。请稍等。很抱歉，你要的礼物我给不起。我不是不跟你结婚，是我不可能结婚。我不想耽误你的幸福，放你自由，是我能给你最后的温柔。我早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这也是我给你最后的温柔。不好意思，刚跟客户谈的有点久。点久吗？我帮你点的爱尔兰咖啡。谢谢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吗？恭喜你，该结婚了。这么肯定？说不定我先约你出来，因为我想和你复合。不可能，因为对你来说，感情世界就像战场一样，可以阵亡，但绝不可能投降。你不可能做出要求复合这种输家的行为。然后呢？你约我出来，就代表你在这个战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。分歧什么时候？受什么受伤的？没什么，跟客户之间一些小纠纷被打伤了。我以为一些名人为了面子是不可能做出打人这种事情的。这个伤很值得，一个家暴妇女因此重新获得了资格。家暴妇女，你现在也会接这种案子？我以为你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带一个姿态优雅的王，从来不会为了任何人只像受伤这种麻烦事。麻烦事。杨小姐已经跟你离婚了，所以她跟任何男人发展任何关系都是她的自由，请你不要用有色眼光任意评价你的前妻。你帮我跟阿姨说声对不起，下次要陪她一起吃饭。真的越来越不怕麻烦。子轩，你的改变是因为我离开你吗？因为我说过你不曾为了我改变，所以当我跟你分手的时候，你受了很大的打击才会。淑凡，你有发现，我从来都不喝爱尔兰咖啡。
我很谢谢你替我顶咖啡这个举动，可是有更多的时候我很疑惑，疑惑在我们的眼中到底有没有彼此的存在。交往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喝下这杯咖啡，但是我一直没有。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，只要是你为他甜，他都愿意喝，一个深爱你的人，真心的。那你找到了吗？那个你愿意给他钥匙的女人？谁改变了你？喂 ，Alan， 你赶不起啊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混过公司就好了。好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好的，我们讨论呢，就是这次婚纱展的企划跟工作分配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浩全，你说。雅珍，我没有发过通告，我不知道怎么安排这模特儿来试镜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会请浩泽跟小山呢，把经纪公司的联络方式呢整理给你啊，你就按照名单上一一来联系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浩泽。哎，浩泽。啊，我刚讲话你听到吗？有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把经纪公司的联络方式整理一下，交给浩全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那大家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散会吧。哎，浩全，全芳今天没来上班，他没事吧？哦，他没事。是我妈穷紧张。总经理在紧张什么？就寻芳肠胃不是很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她从小就体质寒，你不要带她吃那些什么冰冷东西。其实她很少吃冰。对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她啊。有，都是我在吃，其实后来越来越胖。杨副理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离开一下。我那天好像有点过分，可是突然道歉也很奇怪。好了，那你等他好一点就要打给我。嗯 ，OK。麻烦你了。好。一飞。杨副理，你刚叫我一飞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样叫你比较亲切啦。这个方先生已经告诉我你们是兄妹的事情了，他居然告诉你这件事啊？难怪，我之前就感觉到你们俩有像，不管是脾气还有讲话方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只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们是兄妹。你跟子萱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就朋友关系啊。是不能见面就难过到流眼泪的朋友啊？你不要误会，那天你看到我情绪有点激动，是因为……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并不是一定要知道原因。是这次婚纱展预计会到场的贵宾人数，那你看到了这个饮料跟餐点的部分，麻烦你规划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包布里要不要来杯咖啡啊？谢谢。好。子萱还跟你说了什么？哦，他说你是继母带过来的妹妹，
你们俩感情很好。我们的感情的确不错。一菲，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有个妹妹，我们可以当好姐妹啊。不如我们今天下班就一起。不需要这样。你跟我哥是朋友，不代表我们就要成为朋友。杨富林。这几天我只想牵你手，倒不如我现在说出口，千万分之一。经纪公司的联络电话都在里面。你为什么不印出来给我啊？前程简单爱地球啊。你打去了怎么说啊？你只要跟他们说我们公司要办婚纱展，他们就会寄 model 的照片跟报价给你。然后就跟他们约时间来试镜啊。那试镜要怎么办呢？哦，反正就先打电话去就对了。哎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啊？哦，你心情不好对不对？哪有啊？装了，你只要回来买身酒去，我都不能让。哎呦，说什么事？没有啦，你还是先关心你自己吧，赶紧打电话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美丽，你真的笨，那种男人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你？你也不知道年纪这么大还被骗，丢脸。陈冠军，你是想减肥是不是啊？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干嘛？阿大，我问你。你问啊。就你一个成功男人的眼光来看，你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会选一个年纪比你大，长相还好，那个性又凶，凡事以事业为重，永远把你摆第二的女人吗？总之啊，我绝对不会选何美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何美丽啊？我还知道你像个神经病一样在那边走来走去的，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，就是看到吗？我昨天就是看到何美丽跟一个小白鬼去看演唱会。然后呢？我之前以为何美丽骗我啊，谁知道她真的交了一个男朋友。而且那个男的看起来比他年纪还小。何美丽交男朋友关你什么事啊？大家好歹是朋友，我怕他人财两失啊。虽然说那个小鬼哦，说自己是什么婚顾公司的小开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婚顾公司的小开？对啊，叫什么来着？李浩哲。不认识。你认识？他是我当兵学长弟弟。当兵学长的弟弟，那你学长有没有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跟何美丽交往？我的鞋子在海里。我去捡。浩哲，你小心啊！雅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是来买东西吗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我可以载你过来啊。我可以告诉你。李浩哲喜欢的不是何美丽，是别人。他不喜欢何美丽，为什么还要跟他交往？陈冠军，冷静一点吧。我已经够冷静了。那个李浩哲根本就是个爱情骗子，明明不喜欢何美丽，为什么还要跟他交往？太过分了。你下午休息半天，找个方法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谢老大。婷婷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婚礼教堂。徐小姐可以参考看看。有一件私人的事情，我想有必要要告知徐小姐。你说。我离过婚，目前是个单亲妈妈。所以呢？离婚这件事情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专业，
但是如果许小姐会建议的话，可以和公司要求换一个婚礼顾问帮你服务。杨副理，你有信心帮我完成我想要的婚礼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何必换人呢？许小姐，对自己的婚礼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建议呢？哦，婚礼形式有很多啊，像是户外婚礼，还有海外婚礼，一直都很受欢迎，不用局限在一个框框内，对新人、宾客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哦。是吗？嗯，如果许小姐想要尝试更特别的，像是我们公司还有潜水婚礼啊、高空婚礼啊，啊，我们上个月才做完一场宠物婚礼耶。杨副理，我不喜欢宠物。我的未婚夫他有一只狗，但是为了我，婚后会把他送出去。把狗送走啊？那不是很可怜吗？其实我之前也是很怕狗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啊，慢慢和他们相处，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杨副理，我不考虑宠物婚礼，所以我们可以讨论别的形式，好吗？没有问题。那我为你介绍我们公司有关婚礼的各项设施，这边请。刚才为许小姐介绍的都包含在我们整个婚礼流程当中，如果许小姐有任何需求的话，都可以提出来，叫我舒凡就可以了。我也可以叫雅珍吗？当然可以。舒凡，如果我多心说了让你不开心的话，那我先给你道歉。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。你怎么会这么傻？我当了很多年的婚顾，也看过很多新人，大部分的人来到这里都是兴奋期待的，那少部分的人会紧张不安，像你这个样子的人不多见。那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平静，不兴奋也不紧张，好像要结婚的人不是你。像我这么平静应该很不正常吧？我应该为了可以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辈子而感到兴奋不已才对啊。你是不是不想结婚？不，我很想结婚，我一直都很想结婚。我只是不确定的是，我应不应该跟眼前这个人结婚。其实有很多新娘子要在结婚前难免都会有一点焦虑，因为结婚对男人来说了不起就是家里多了一个人嘛，但是对女人来说却是换了一个家。是啊，我也希望我是会紧张。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啊？我好像发现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心跳得比较快。这几天我只想要只想要只想牵你手，要不如我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说出口千万分之一。我好像发现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心跳得比较快。雅珍，这可是我跟你之间的小秘密哦。心跳是诚实的，你应该好好问问他，问问你的心到底是想跟谁在一起。每天早上睁开眼，第一个想看到的是谁的脸？等到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你又会想牵起谁的手，跟他一起散散步，逛公园？
等确定好之后，你就一定要好好爱这个你所选择的男人。雅珍，你不怕你跟我说这些会让我当个落跑新娘，让你少做了一笔生意？那刚才我说的话，可不可以也当作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要让我老板知道啊？我在想，等你选择确定之后，你还是要办婚礼吗？这笔生意跑不掉。海珍，客户已经走了。嗯。真不好意思哎，我哥一直要问问题。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。那天让你当了我小阿姨的假男朋友，哎。哦，没关系啦。你真的没有在生气啊？真的没有啊。太好了，我看你一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在介意那件事情呢。怎么可能？我又没那么小气。就是说嘛，我们家耗子最大方了，对不对？咕叽咕叽咕。你不要把那小孩子哄好不好？你怎么啦？我听小阿姨说你也有去演唱会，你怎么没跟我讲？而且最后你没有进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杨雅珍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当然有啊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打算告白？雅珍，你昨天为什么没去看演唱会？哦，注定是发生了一点事情，我虽然没有办法去了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？李浩泽，沈冠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聊一下。我？陈冠军找浩泽，还要我先离开，是为了什么事呢？该不会是跟小阿姨骗的事情有关吧？在说什么？你干嘛讲话那么小声？我现在忙，我晚点打给你。忙？有什么事情比接我电话还重要啊？不是，我现在真的在忙。我只想要告诉你，我拆绷带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哎，不过我先告诉你哦，不要因为我拆绷带就不来照顾我。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啊？谁担心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去，我很想去。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喂，阿姨啊。哎，子轩啊，哎，你好吗？阿姨，不好意思哦，上次临时有事不能陪你吃饭。没关系啦，我是听一菲说啊，你受伤了，怎么样？伤得严不严重？看过医生没有啊？没事了，谢谢阿姨的关心。怎么跟我这么客气呢？你跟一菲啊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子轩啊，上回你跟逸飞说要回来吃饭，你爸他嘴里不说，我看得出来他其实很高兴哦。哎，
你今天时间怎么样？不如今天就回来吃饭吧。子轩啊，你这么不想看到我啊？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好啊好啊，我在餐厅等你啊。好，拜拜。萱萱长大了，还会开飞机的呢。对呀，我要当飞行员，学会开飞机。你想开飞机去哪里？我要开飞机把妈妈载回家，才不会一直看妈妈待在医院里。妈妈，你为什么都不回家？你要一直待在医院里啊？爸爸带了一个阿姨回来，所以妈妈才不回家。当然不是了，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才不能回家，跟阿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我不喜欢阿姨常常来我们家。萱萱，阿姨是爸爸餐厅里最得力的助手，因为妈妈生病了，不能好好照顾爸爸跟你，是爸爸拜托阿姨到家里帮忙。萱萱，你不可以对阿姨不礼貌，知道吗？萱萱。回答我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好，妈的乖孩子。你这臭小子，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在搞什么呀？只想牵你手，要不如我现在说出口，千万分之一。你这臭小子，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在搞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玩弄他的感情？你说啊，他怎么样对你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说啊你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臭小子，他欺骗你狭义的感情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你说，你放手，有话好好讲啊！没什么话好好跟他讲的了。我刚问他有关何美丽的所有事情，他只会摇头说不知道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何美丽，你到底为什么喜欢他？我，你看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啊！我刚问他，何美丽生日几号，穿几号的鞋子，最喜欢吃什么。最讨厌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他通通都不知道。甚至，你跟何美丽在一起多久，你都不晓得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看何美丽外表像个女强人，其实她的内心脆弱的要命，老爱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尤其是在一起多久这件事。他会记住一辈子。我一时忘记了嘛。我一拳打醒，看你敢不敢忘记！你误会了。你说什么？浩哲不是小阿姨的男朋友啦。你不是何美丽男朋友。没关系，你跟他说实话吧。我不是美丽姐的男朋友。
扫完地，你到厨房帮忙一下啊，动作快一点。子轩，阿姨，你到啦。哎，你手看起来都还好，太好了。我饭菜啊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哦。赶快进来吧，啊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些花，早上我去了花市，我觉得这每个花开得很漂亮，就买了一大把放在这里，好看吗？我妈还在的时候，这里放的都是百合，是她最喜欢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也觉得百合比较合适哦。我要江领班去换过，江领班。阿姨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进去吧。来，你坐一会儿，帮你倒个茶啊。行。帮方律师弄个茶。阿姨，我还是下次再来吧，我先走了。子轩，你不用来了吗？聊一会吧。并没有想要拆散你父母的意思。我知道，我妈身体一向不好，她常常住院也是不得已的事。那时候我刚离婚，我一个人带着依菲生活真的很辛苦。我只是想报答你父亲对我伸出援手，才回到你家里去照顾你们父子。我真的，阿姨。事情已经过那么久了，就别再提了。你为什么都不肯见我们呢？连富香楼你都很少来，这里明明是你们一家子开始的地方。这桌子你换过了吗？有一阵子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妈常牵着我的手，一家一家去逛家具行。这里一桌一椅，都是我陪她一起挑选，陪着她打造她心目中的富商。可是现在。就连门口摆的花，都不是他追的。阿姨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最悲哀的吗？或许有人会觉得，不被爱的人最悲哀。可是我觉得，最悲哀的。是被遗忘的。我不想来这里，是因为我不想忘记以前的富香楼。我不想忘记我妈在这里留下的所有过去。所以，就算所有人都会渐渐遗忘，至少还有我，我会深深的记住。
我不想让我的母亲变成一个悲哀的人。希望还可以体谅我心情。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一直认为是我的错，因为我跟你父亲在一起，让你对结婚失去了信心。一菲说，你女朋友来来去去，好像你都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不婚没有什么不好，反正结了婚也不见得会幸福。你看我妈的下场就知道了。你怕被她看到我会吃醋会误会？因为吃醋跟误会都会让她难过，所以请你看吧。原来你也会为对方着想。方子轩，他是我哥。啊？一如往常的你不告而别，去的世界如此遥远，我的思念是否看得见？你声音在脑海盘旋，微笑的脸如此明显，顿时瓦解所有的泪水。直到你永远在这里陪伴着，不曾离去，跟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下去。你知道我很爱你，永远在我的心底，让所有悲伤化作成最美丽的旋律，好想